清风吹醒了沉睡的故事，清风吹醒了沉睡的故事，故事中那些个面孔有点朦胧，有点朦胧，那么多的事儿想也想不通，想通了才更加让你我犯愁，那么多的有情人你为他哭，哭也没用，眼泪要是有用人间就不会有不光，相思在轮回中交错，留下点你的事让人去传送，让人去传送，去传。本来呀，我都心静如水，心死如灰了。可是那夜在门窗下偷听，哎呀，我才知道这男女之间呢，有这么深的感情，这么缠绵，我现在都已经后悔了。哎，真是后悔呀！你别后悔，别后悔啊，还来得及嘛。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一个啊。哎，秀才啊，你竟然敢开我黄道姑的玩笑啊！哎，行了，我不跟你玩见识。秀才啊，我跟你说句真心话，我呢已经没有那份心情了，人老了，也没有哪个男人呢愿意跟我海誓山盟了。你可是要好好的待他，杜丽娘她可是一片真情都在你身上。嗯，婆婆说的对极了。哎，昨天晚上他又来了。嗯，来了。而且还说了一夜的话。别说，你听了我这心里会热的。我一定要说给你听，我还要婆婆你帮我呢。哎，我说秀才啊，你叮叮当当的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？我来找你啊，就是为了这样一件事情，但这件事情又不能让太多的人知道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哎呦，秀才啊，你别神秘兮兮的啊，你还真把我当成你的亲信了啊？那当然了，你黄道姑心地善良，守口如瓶，办事认真，乐于助人，只有你才能助我一臂之力啊！啊，你别奉承我。行了，秀才，你说吧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哎，我要把杜丽娘接回人间呢。啊！你鬼迷心窍了啊！这太上老君在此，急急如令，急急如令，太上老君在此，急急如令，急急如令啊！你别跳了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哎，杜丽娘跟我说呀，阎王老爷看了他的生死簿，说他本不该死，阎王大爷他复活，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哎呦，你也就相信了？我都跟他有山盟海誓，我能不相信吗？再说，只要杜丽娘能真的还魂人间，我柳梦梅就是赔掉一些寿命也是愿意的。真会有这样的事情？哎呀，婆婆，你一定要相信我跟你说的话啊。看来呀，这人世间的真情只在你们两个人身上，连这阎王爷也心软了。
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我答应帮你们，帮你们。多谢岛姑，多谢岛姑，多谢岛姑。哎，这样啊，你听我的安排，我呢去药房把还魂药给买来，你呢去那个小屋子里烧一大锅热汤，随后和我一起去掘土起坟，打开棺材抱出杜丽娘。哎，这后面的事情啊，你就不用管了啊。哎，不不不不不，不，这叫开棺导师。哎呀，你别管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皇法里面有条文规定的，凡是道观是有杀头的。哎呀，我才顾不得那么多呢，我。不行，你还是找别人吧，我可要活下去，我还要念经呢。哎呀，婆婆婆婆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了啊！现在只有你知道我和杜丽娘的生死姻缘，只有你同情我们、可怜我们、喜欢我们，求求你帮帮我吧。我求求你了，如果不能让杜丽娘还魂复活，我和她只能做一对鬼夫妻。我和她的夫妻爱有谁能知道？我和她的梦中相约又有谁能理解呢？这我都知道。婆婆，为什么我和杜丽娘只能在夜里相爱？难道我们俩的爱真的见不得人吗？不，我绝不甘心。我一定要把她重新变成人。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办，而且我马上就办。婆婆。婆婆，你怎么哭了？我就是自己死了，就是牺牲了我自己，我也答应你吧，答应你，我愿意帮你。谢谢啊。谢谢啊。婆婆，你看小姐以前是这个样子的吗？是的，是的。你看，她跟原来一模一样，哎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杜丽娘，你醒醒！嘘，别喊！哎呀，这个时候小姐怎么听得见呢？赶紧！哎，把她抱出来！你要是觉得轻如羽毛啊，那她就还是鬼；哎，你要是抱不动啊，那就是人了。你赶紧抱吧，抱！啊，我到那边去。天哪！千万别让我抱得动啊！哪怕让我累死、压死，我也愿意。婆婆，我一个秀才手无缚鸡之力，你
快过来，在我的腰上支撑一下呀！哎呦，你靠你自己吧，哎，你自己努力吧。快过来帮我一把！哎，好好好好好好。哎，秀才呀，你使点劲儿！快！哎，我成了你的苦力了。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比做鬼的时候还让我心疼。哎呦，你有病啊！你酸溜溜的话就少说两句吧，赶快，烫烫烫烫！哎呀，还魂汤，快给他喝了。拿着。他吐气了，哎，他吐气了。丽娘，丽娘，丽娘，你醒醒啊！丽娘，丽娘，你醒醒啊！我是柳梦梅啊，你醒醒啊！丽娘，丽娘，丽娘，你醒醒啊！丽娘，丽娘，你醒醒啊！丽娘，你怎么不醒过来呀？啊！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要是不想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，我就跟你一起死，我也不活了。秀才呀，你这是这急死了！你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呀你！哎呦，你说说，啊，丽娘，你活了，你在我这儿，丽娘，你终于活了。我说秀才，你怎么这么大劲儿啊？不要我帮忙了？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就可以了。哎呦，秀才，哎，秀才啊，棺材里的陪葬，小姐的陪葬，你还要不要了？要，那是老丈人留给我的。还魂汤先放好。暖和过来没有啊？血脉通了没有？神思清醒了没有啊？丽娘，我在外面等了你一辈子，我在里面找了你一辈子，我们永不分离。这曲子都是他们吹的吗？那当然了。秀才啊，丽娘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大姑，来来来来来来嘛！这真是阴曹地府里的大鬼小鬼啊！是啊是啊。杜丽娘啊，你们还是让我回去吧。哎呦，没事，你们俩待着。哎，来来来，快来看，快来看呢！啊，来，你看，待着。婚礼开始了，阎王爷给我们准婚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点着了。
多谢阎王爷前来主婚。哈哈哈，小意思。哎呦，我的妈！哎呀，别怕，别去，别怕呀！你看他们高兴的都快疯了。不，哎呀！你看，啊，好漂亮啊！一年一度牡丹开，今年牡丹更鲜艳。哎，还有两句呢。没了。哦，原来你只是半个秀才啊。那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啊？愿意。那边，哎，那边。船家，哎，客官要去哪里啊？我们要去淮阳，我去拜见岳父大人。淮阳？对，淮阳那里咔咔咔咔咔正在打仗呢，我不去。不去不行的。船家，我和娘子呢新婚，还没见过岳父大人，这次要是不去拜见，实在有些失礼。所以就是刀架在脖子上，我也要去的。对，而且我们会付你双倍的银子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给你一个大的，要不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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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开不开船？开不开船呢？啊，开不开？开不开？你开不开啊？走吧，走，快上船，快快！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淮阳战事吃紧，特来征兵，征兵一千。淮阳战事吃紧，特来征兵，国家兴旺，匹夫有责，大家来我这报名啊，征兵一千，快来报名。又来征兵了？这跟我没关系，反正征不到我老头子身上，只是淮阳战事吃紧。哎呦，杜老爷，杜老爷会不会出事儿啊？哎呀，你怎么可以在背后说咱们恩人不吉利的话呢？啊，哎呦，苍天在上，苍天在上，保佑我家老爷安养。杜老爷是善待百姓，忠于社稷，可要保佑他平安呐。我陈醉良只好管好我小姐的坟墓就是了。哎呦，你还说你还说，你都好几天没去牡丹园看看了。我不去，有那个柳秀才帮我看着呢。哎呀，那你得去看看呐。昨天晚上，我好像听到那边有咚咚咚啊，咚咚咚敲锣声。敲锣声会不会出事啊？你都听见了？好像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这杜老爷托我的事，那都是大事儿啊！我得去，我得去，我得去看看去。不行，我得去。哎呀，我得去，我得去。该死的人都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哎呀，小姐的墓碑到了！柳梦梅，柳梦梅，这人到哪儿去了？人哪儿去了？柳梦梅，那小子跑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客官，怎么不走了呀？啊，只是到了余杭，还没到淮阳呢，这怎么回事？多问你，给你一个大元宝，只走了一小半步。不要跟他多说了，便宜你了呀。先住下吧。哎，没事。我好难受啊。你是坐船晕的。哦，哎，娘子，我看咱们还是别走了，我去找一顶轿子来抬你走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哎呦。就这么说定了啊，等着我啊。啊，那你快去吧。这个柳梦梅呀，柳梦梅，你跑到哪儿去了呀？我呀，我是看着你可怜，我给你吃给你穿，让你守着杜小姐的坟，你却到了墓就跑了呀。哎呀，诸位，哎呀，你们可要给我做个证啊，是柳梦梅到了墓，她跑了。我要给杜太守一个交代。那个柳秀才把杜小姐的尸首也盗走了吗？这棺材空空的，你看。那一定，哎呀，那一定是把尸首丢到池塘里去了，这就叫做毁尸灭迹。
这书上都是有的呀，这就罪加一等了，这杀头都不解恨呐、啊！我要把他的脚尖剁了，你看，你看，陈先生，陈先生，这里有东西啊！对，嗯，是个玉镯，这一定是杜大人陪葬给小姐的呀，他把元宝给偷走了。慌忙之中丢下了这个玉镯，还好啊，这是个见证啊！我要去报官。哎呀，杜大人走了之后，已经有许多时候没有官府坐堂了。是啊，那只有我自己亲自去一趟淮阳，面见杜大人，向他诉说端详。杜大人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，他让我在这看墓。我真对不起他呀，我。哎呀，我们还是扶着他走算了，别背不成，完了又摔了一跤，动了胎气了。什么胎气？你说我家娘子她怀孕了？你喊什么喊？喊什么喊呢？这种事情你瞎喊什么呀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你别咬我嘛！我天哪！哎，娘子啊！什么时候怀上的啊？一路上船走了三个多月，你天天夜里缠着我，不是就有了吗？哎呀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老天爷对我实在是太好了，想不到这么短的时间，我柳梦梅不但有了妻子，而且还有了孩子。哎，娘子，我看你在余杭镇住下吧。淮阳暂时不能去了，路上烽火出没，你受不得惊吓呀。我呢会在这里好好的伺候你的。不要，你不去见我爹了。以后再见你爹也可以的吗？你想想看啊，到那个时候啊，我领着你一个，你呢又抱着一个，再加上我这么一个啊，那你爹一眼就见了三个，还不知道有多高兴呢。不行，你一定要找我爹把事情说个明白。我爹到现在还以为我埋在土里呢，而且他要是知道没经他同意我就嫁给了你，他会生气的。是啊，那好，我去见你爹，不过，我没事，只不过呢是有些难受罢了。再说，只要好好休息，又有道姑照料，我想呢，很快就可以上路了。到时候我会来淮阳看看你和你的岳父相处的怎么样。我爹啊，一定会喜欢你这个女婿的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你爹会不会喜欢我。不过丽娘啊，你要是好一点的话，你一定要过来找我啊。我晚上要是看不着你的话，我会睡不着觉的。哎呦，行了，别恩爱的，说那么多了，说够了吧？我们呢，还是找一家客店住下来吧。那边啊，我看见了有一家不错的店嘛。那走吧，小姐，走吧。嗯。走。北帆已经什么意思？退了啊！果然不出老夫所料啊！退到哪里去了？退到黄河以北去了啊！河湾呐，还有不少散兵，水土不服，病了许多。老爷，要不要咱们继续追杀？不用了，传我的命令，请刘将军收兵回营啊！这次对战，老夫用兵不多。实属智取，才把北藩击退啊！双方死伤多少人呢？北藩死千人，我方死700。实属可惜呀！哎呀，不要再战了，死的都是人呐！是，杜大人，用兵如神。爱兵如子，佩服佩服。啊，
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儿子啊，你没有死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我刚到淮阳还没几天呢，这陈先生就派人来告诉我说你死了。这个老骗子，你看看，你不是活得挺好吗？丽娘啊，我的儿啊，我的儿！爹，你怎么老是上当受骗呢？我怎么能死了呢？我还年轻，我还漂亮，我还要嫁人呢。没错没错，你怎么能够死呢？哎，为父膝下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啊，我老了还指望你陪陪我呢，我还等着你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到时候我的外孙子叫我一声外公呢。不要，有了外孙你就不疼我了。哦，等有了外孙子你就有疼你的人了。谁啊？女婿啊。爹，可是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爱你。哎，爹，你还没吃饭呢。爹，来，乖，听话，我来喂你啊。丽娘，丽娘，我的儿啊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哦，是梦啊。道姑啊，这柳君去那个淮阳多少天了？半个月。哎，应该是半个月。才半个月啊，可我觉得都过了好几年了，怎么一点音讯都没有啊？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哟，你看，你看你就是当初心太急了，非得让他赶紧去见你爹。哎，你想想啊，这个你爹啊在那边打仗，哎，他哪有心思见他呀？要是啊，他见到了这个柳秀才啊，不相信你能还魂复活，那这个秀才啊，他就是嘚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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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说也说不清楚，说个没完没了也不没用啊，他不相信他，这就更糟了。你的柳梦梅呀，性命难保。完了完了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？不行，我要立刻到淮阳去找我爹去，我不能没有柳梦梅，要是没有他的话我怎么活啊？大人，帐外有人求见。不见。嗯，一概不见。杜大人果然在这儿呢。你是陈老先生啊？我是陈最良啊。哎呀，陈老先生啊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这儿可是兵家相争之地呀，你就不怕掉脑袋吗？我的命能值几个钱呢？老爷的事比我重要的多呀。此话怎讲？老爷，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！谁该死啊？我该死，我该死。老爷，你不是让我看小姐的坟吗？我辜负了您的心意呀。到底是怎么了？小姐的坟被盗了。什么？我苦命的女儿啊，生前就恶魔纠缠不得安宁啊，死后她又被人盗了墓，那她不是暴尸于光天化日之下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那是你沉到池塘里去了。我苦命的女儿啊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坏的厄运呢？这是谁干的？
你说。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干的。那是谁？你听我说呀。你说。老爷，你不是让我看小姐的坟吗？我在坟地里头认识了一个穷小子，他叫柳梦梅。柳梦梅，他自称他是读书人，我看他可怜，我就提供给他吃，提供给他住。谁晓得这小子他是个狼。我是引狼入室啊，我提供给他挖坟的方便呢、啊、他把小姐的坟打开，把里边的金元宝、银元宝和他的金银首饰都给挖光了，都挖光了、啊、都挖光。哦，这还剩一个，这个都挖光了。哦，这还有一个镯子，他是在慌乱之中丢在地上的。这就是我给杜丽娘的陪葬啊。哎呀，还有一个呢。那一定是在柳梦梅手里头啊。这小子，我一定要把他，我把他要回来给你。我发誓，我要杀了这个柳梦梅。杜大人，又有人要见你。那个人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他不知道我要杀人呐、啊！我要杀人、啊！我劝那个人赶快回去的好，你没看见老爷在发火，没看到他鼻孔在喘气儿呢吗？这个是，哎，大人，那个人说他是你女婿，女婿啊！我女儿的坟都让人给盗了，这倒好，还有个女婿。哎，这人一定是神经病，神经病，不见啊！宰了他。对，宰了他去。哎，这怎么要杀我？啊！你这个老头打仗打昏了头了，你还要不要见你的外孙子？让我进去！一派胡言！让我进去！把他给杀了！我就把他……让我进去！哎，慢着！我听这声音好像是柳梦梅呀、啊，那个盗墓的小子，对，就是他。哎呀，杜老爷太好了，真是柳梦梅呀、啊！你他这叫自投罗网啊！岳父大人在上，柳梦梅特来拜见。别客气了，柳梦梅。对，你说你是我的女婿，是，你有何凭证？有，你看，这是你留给你女儿的吧？这只是一件，还有一件呢。哎，这个啊，是我娘子的自画像，你看看啊，是不是你女儿？不过我告诉你啊，自从你的女儿嫁给我以后啊，比这画上画的还要漂亮，还要滋润呢。啊，不错，这些都是我女儿的东西。我的天哪！在，都是你偷的，偷的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的女儿杜丽娘现在是我的老婆，那她的东西自然就是我的东西嘛。啊，我干嘛要去偷呢？我问问你，你什么时候成了杜丽娘的丈夫了？是去年还是前年？今年。今年我们都结婚三个月了。哈哈，杜丽娘去年就死了。啊呸！一派胡言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的女儿杜丽娘今年春天又复活了。什么？又活了？这我就搞不明白。明白呀、啊，太明白了，明白呀、啊，太明白不过了呀。你想啊，他挖了小姐的坟，他生怕你抓他杀他，所以他就花言巧语的迷惑你，认你做老丈人。你若是信以为真呢？你就正好中了他的奸计，是这样吗？柳梦梅，你老实的跟我说呀，你是挖了我女儿的坟墓吗？挖了。好，承认了就好。来人呐！在。我杜宝不管其他，你挖了我女儿的坟墓就是死罪。
拉出去杀了。是，哎，走，哎，走，老头，你昏了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女儿她活了吗？我还跟她结了婚呢，还怀了我的孩子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的话呢？我告诉你，你杀了我就等于杀了你的女儿，她怎么有你这么狠心的爹呢？好，好，好，你呀、啊，你口口声声的杜丽娘，杜丽娘，她现在在哪儿呢？她就在余杭镇住着呢。你别信他的，他是骗子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暂且相信你的话，你带我去看他。你不能去，老爷，他是骗子，骗子。去就去，走。他骗不了我。北伐40000人马，皇上有旨，特封杜老爷为平章大人，庆贺3日，举国同喜。杜夫人正在我们小镇避难，是咱们小镇的福气，咱们请杜夫人和大家相见啊！有期3日。老夫人，咱们能过上安定的日子，全亏杜老爷用兵神奇啊！咱们要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们全家呀！保佑老夫人子孙满堂，团团圆圆的。别多说了，我们回客店吧。行，走走走走走。这是真的？嗯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啊！不会是鬼吧？你，哎，小姐，你真的遇见了梦里的那个秀才啦？哎呦，什么秀才不秀才的？我只要我的女儿，丽娘。你要是真的还魂复活了。我这老太婆呀，就天天去庙里烧香拜佛呢，娘拜佛啊！娘，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啊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我哎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哎呦，哎呦，干嘛？不是梦，不是梦，是真的。真的娘，你看看我这张脸，这张脸是你生的，你认不出来了？还有这手，这头发，都是从你的血脉里出来的，你怎么就不认了呢？哎呦，能认得。你看，我是你活生生的女儿啊，老夫人不会错的，坚决不会错的。这事情的前前后后啊，我都在。哎呦，真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呀！哎呀呀，太好了，女儿啊，你呀，这就跟娘去回南安老屋去啊，咱们娘俩好好的过日子。不行。我得去淮阳找我夫君去，是吧？小姐，我也要去，我要去看看我的姐夫长得是怎么样的一表人才。什么姐夫呀？啊，谁也不许提姐夫。嗯，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儿啊。女儿啊，你还是跟妈回去吧啊。哎，不要！你要是不让我见刘梦梅，我又要害相思病了啊！我又要死了啊！不行，哎呦，小姐，女儿。你是我知心知情的郎君，小姐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怎么不说话呢？赶紧赶紧给娘磕头啊！娘，使不得，娘，小姐，娘，病了，小姐有病，要是病死了，哎呀，你就医了她吧。你要是不医她，她这回死不去了，就再回不来了，老夫人。娘这就去陪你找那个什么人，刘梦什么人？哦，是啊，那个女儿啊，只要你好好的，行。那，你还要说服爹，他要是跟梦梅过不去的话，那，你就不跟他过。哎呦，女儿啊，这世上啊，只有男人休妻，哪有女人休夫
的呀。啊，你不离开他，那我离开他。哎呦，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杜丽娘的小姐啊？有没有？我就是啊。哎，别过来，站着别动啊！杜老爷来了。啊，爹！放开我！爹！丽娘，六七，你没事吧？哼，你这个爹呀，不但打我，还骂我，还要杀我呢！哼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爹呢？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哎呀，老爷啊，她是咱们的闺女吗？哎呀，你来了正好，你去看看，她是人还是鬼呀？去看看。没错啊，这声音和相貌都像，她就是。可我的丽娘她死了呀。是，他分明是鬼呀！趁着黄道姑在这儿，先让他施法把他给杀了啊！哎呀呸！老爷啊，一个是鬼，一个是疯子，那个是骗子呀！他，你才是骗子呢！岳父大人，我没有骗你吧？我说你的女儿好好的，还活着呢，你现在的女婿，却被你还压着，你赶快让他们把我放了，我们好给老丈人磕头啊！不，我不认你，我不认你。爹，那我呢？你究竟是谁呀？你，我是您的女儿杜丽娘。是丽娘。行，丽娘，我的儿啊，你已经死了呀！爹，你怎么还不信呢？那我也只能不认你这个爹了。六郎，你看。我爹我娘生了我，却不知道疼我。我想只有你最疼我了。丽娘，我跟你一梦定姻缘，相伴到天涯，明月作证，地久天长。我已经失去女儿一次了，我绝不能再失去第二次。女儿，妈，我也去。我也去。老爷，你的剑。
世间。